天是2011年10月14日，星期五。我是星期五女孩 mini， 想一窥女孩们的秘密吗？Hello， 今天是2020年的7月。当年红到日本的天气女孩 mini， 随着时光流逝，应该改口叫天气阿姨喽。但她更厉害的是这个头衔，身家巨细破千亿，台湾第五大富豪广达集团创办人林百里的媳妇。天气阿姨 mini 旁边的男子，正是广达集团的二公子林宇辉。林宇辉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，曾在花旗银行当过储备干部，也曾待过广达集团财务部，但后来决定撕开靠霸主的标签，创立暧昧期交友网站。在我比较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，他也会鼓励我说你要坚持下去，创业没有那么简单的。创业之路没有那么简单，简直太坎坷了好吗？林宇辉2014年收掉交友网站，改攻网红商机，投资超人气娱乐公司，捧红蔡阿嘎和那对夫妻等网红，但公司后来疑似遭到商业诈骗，不止多名主管被挖角，甚至连一手捧红的网红也出走。唉，难怪林宇辉一路上貌似满腹委屈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看我们 mini 手上还拎着 Gucci 的老花水桶包，这卡还不够看，来来，请导播给我一个特写。有了这颗 bling bling 的钻戒当见证，林宇辉的财务绝对没问题的啦。回到戒指的主人 mini， 他对苹果新闻网透露，去年928教师节结婚，因为我是老公的日文家教。两人都爱猫爱动物，平时也会捐款帮忙。经营两年多的喵喵度假区精品猫旅馆，林宇辉也有投资哦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